好，来，各位学员、各位同志、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嗯。我问各位哈，恁敢有想过讲啊上国际班以后啊要创啥？来，你是真心要读这个国际法律的，这个啊战争法？啊，做国际法的，请你举手。你真心要听、要听的，你唔通甲我骗哦。你巴肚疼，我先甲你讲啊。好，就问啊。我呾感觉咱台湾人吼，啊，真趣味啦。就是讲吼，台湾人有当迄个意见吼，拢会随着别人吼安怎爱就安怎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以前的台湾人较袂，以前的台湾人吼，台湾人的特点是啥物物件？你敢知啊？台湾的特点是啥？台湾人有啥物特点？啊，哎，好，忠厚啊，老实，对不对？那即摆的台湾人够有老实，学了吼，拢甲中国人同款，会骗啦，吼，啊，碰风啦，吼，我后壁讲啦，啊，要强正甲赢啦。因为最近台湾民政府这五字啊，在咱在全台湾的四界啊，差不多拢真济。差不多，那照美国的这个 CIA 甲我讲啊，台湾差不多已经有80%到85%，这个左右这卡达啊吼，拢已经知影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啊，只不过是讲，什么是台湾民政府？啊，是一个政党吗？啊，是一个政府？搞不清楚。哎，但是呢，我再甲咱各位报告，互恁知影，咱是政府呢，我们不是政党，不是政党，所以你唔通参加台湾民政府啊，用迄个政党的迄个心态，啊，伫你个头壳内底讲是政党，我们不是政党，所以因为咱是政府，咱无选举，政府那就选举，尤其是民政府，民政府的顶管。一头家是军政府，所以恁一定会甲问讲：啊，请问中华民国来台湾1945年来台湾的时阵，敢有台湾民政府？有无？你感觉有的人举手？啊，你感觉无的人举手？啊，你唔知影举手？然后有啦。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冇设一个台湾民政府，只不过是讲伊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名称啊不一样，伊个叫做啥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有无？台湾行政长官，迄当阵中华民国来去占领台湾，蒋介石就来占台湾的时阵，伊是1945年9月7日。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台湾的，来接受日本人的日本军队的导航，所以伊讲我说台湾民政府有，只不过是伊所用的名，和你搞得迷迷糊糊，伊所用的名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啊，伊当中有军政府无？有无？你感觉有的举手。啊！你感觉无会举手？啊！你唔知影会举手？啊好！啊！你是来讲哦，足老实的，这台湾人个老实啦。有民政府就绝对有军政府啊！啊！这军政府伊叫啥物名？伊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迄就伊个军政府啦。哈、哦！啊！所以呢，台湾人唔知影呢。啊！台湾人所以唔知影，伊无读过战争法，伊搞不清楚。但是呢，大家心内拢在怀疑，讲奇怪，啊！你全中国36个省，啊，台湾奈无用省，要用迄行政长官公署，啊，用省主席咱奈无。啊好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到落尾啊，伫什么时阵变作啥？变作台湾行政府。这就是因为1947年2月28日。
二八事件以后，伊太足侪人诶，美国有条件叫美国讲，哎、欸，你不能这样子呢。迄个时阵啊，伫1949年诶6月15日，伊才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摇身一变，变成台湾新政府。所以台湾新政府一开始诶时阵，台湾新政府新主席伊用中国人，这是不对啊。因为台湾民政府绝对是本土台湾人，袂当用中国人。啊，但是因为迄当阵，昨我甲各位讲过，黄朝琴伊伫甲麦克阿瑟讲的时阵，伊甲讲我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。要求即句话，美国的国务院采用。所以呢，蒋介石伊任命中国人来做新主席的时阵，美国也欣然接受。然后。即个台湾省政府就来个李登辉执政以后，李登辉有一段时间，伊讲伊要废省，有无？伊讲哦，这个省政府唔免啦，啊，就直接有中华民国有中央就好啊，免省政府啊。啊，将呢宋楚瑜来闹，啊闹啊真大，有无？落尾啊，这个台湾省政府，你感觉讲伊敢有废掉？有废掉无？无嘛，本来要废省，落尾啊呐改做啥？动神，大家都唔知迄个原因啦，讲啊奇怪，啊都讲要费神都好势好势，想省足侪钱诶，啊那一定爱来动神，因为后尾也是 AIT 出名 ，AIT 是民间组织诶，但是国务院叫 AIT 出名，甲李登辉讲，你袂当费神，因为费神以后就是变作台湾民政府无去啊，这完全不符合战争法。你从占领的所在，一定要设一个民政府。啊，所以甲李登辉讲以后啊，你讲阿咩啊喏，你上济该当动神，不要运作而已。所以迄当阵，李登辉遮将台湾省主甲动神，啊，动神以后，其实台湾人国加了做一个，甲即马为止，伊叫一个有一个啊省咨议委员，啊，咨议会。类似于省议会，啊免去开会，啊一个月领50000，啊坐车拢免钱的，不管你坐什么车拢免钱，到今日还阁安尼。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到落尾安怎撤销？就是伊军政，伊这个军政府虽然是讲是讲撤销，但是伊这个军政府是直接美军落尾啊往那撤退，但是美军的撤退，伊是请制服换做。变通念念，所以这个军政府罗贝亚，这个军政府刷去伫对，刷去伫美国的五角大厦，就是美国的国防部。所以咱即马台湾民政府，咱即台湾民政府直接管我们的人是谁？是美国的五角大厦啊，美国军政府诶五角大厦啊，一点的有设一个办公室专门的管咱，这是咱台湾民政府到即马为止。这是安怎？中华民国国民党到今日为止，唔敢啊嘛无爱嘛未使你，甲你处理台湾民政府诶，咱遮诶人，原因是啥？因为咱是按照国际法所成立的，所以咱你唔能小看我们坐在这里呢。你后边拢有人，你敢知影？你看卖啊，你后边有人无？你后边是啥物人？美国军政府啊！啊，你有清楚无？你听好，大大方方伫外口讲台湾民政府，即句上你爱也要讲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？你卖人甲你讲哦，啊，你嘴拢开开，我知啊，人叫我去上课哩，啊，就听讲上课伊会当做官，卖来一套啊！我先甲你讲啊，你不一定会当做官啊，我佮你讲个清楚啊。你即马高级班毕业以后，过一个月，甲两个月。咱中央会发一个电招，电招意思讲吼，你想了高级班，你家己爱去想，你是毋是要来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？啊，你讲啊，我着学历歹，学历歹不要紧，你叫做啥？革命先行者，你大先行的啦。啊，什么叫大先行？你知无？现主席的遐老啊，拢做因是中华民国革命先行者啦。啊，共产党遐老干部啊。
迄拢是伊个革命先行者。中国共产党25000里长征有无？遐5000里长征的人，落尾啊，共产党拢只拢发一间厝予伊，啊，拢保障伊个囡仔当做官。因为啥啊？伊叫做革命先行者。啊，咱即马在座这四千个，就是啥？革命先行者。啊，不然即种以后，这个公务人员我们会规定65岁，但是独独革命先行者没有年龄限制，做甲你歹做一季啦。我是讲甲真好听哦，做甲歹做一季，就是讲做甲你死啦。安尼听有啊？不管你几岁，你就是99岁啊！你讲吼，我要去做，你照常互你做。无定讲吼，迄当阵你知吼，啊，你个99岁啊吼，啊，都只要你会呼吸吼，啊，你就用领钱，啊，这样一定足侪人甲你骂。敢若像咱即款哩骂遐老蚵仔共款，安尼变做老汉子。但迄个时阵吼，你也甲讲，我是革命先行者。我无必叫你做革命先烈哦，啊，革命先烈呐，死去啊！什么人要死去？死去，大家要创啥？对不对？所以吼，咱是要做革命先行者，就是你先读这个法律。6月7号，咱家在座各位，你拢有资格参加咱的郡守的考试。啊，我来讲吼，啊，我考了，啊，我考掉，啊，不爱做郡守的噻，会噻哩。但你无简单考掉啦。虽然那本啊无偌细本啊，啊拢可能考选择题、甲是非题，我跟你讲哦，很难呢。啊，你若无考试的经验吼，我跟你讲，你先用，你先写啥选择题，啊，你唔通先写是非题。你若先写是非题，你还未写完哦，时间到啊，2点钟够200题，是非题80题，选择题120题。啊，选了光啊，先下选择题，因为选择题4个答案总有一个答案嘛。啊，你画四维题吼，你也那个看过对，搁看一摆唔对，搁看第三摆搁对，啊，你怎啊底下对唔对对唔对哦？啊，怎啊底下你吐吐到尾啊？嗨啦，时间到啊！所以吼，我奉劝各位，你若要参加军校考试，啊，先下选择题。啊，讲有的嘛是同款嘛吼。啊，我顶回吼，计较甲大家讲吼，那你摇的时阵右圈较低，啊，结果顶回出题的时阵哦，差较济，啊，所以大家考较有够歹，啊，考较有够歹，所以呢，我即马不爱讲吼，摇的较济，圈较低也是差较济啊，恁家己去试啊，这无你摇的时阵有1/2的机会，啊，那选择题1/4的机会，较讲话嘛要先写是非选择，啊，落尾啊再去摇迄个。最好你别摇啦，因为你摇考掉吼，你会忝。咱有一个同志吼，头一摆就考掉，啊，老差，甲我讲，嗯，我才读1/3尔，啊，好好。伊讲伊读1/3，啊，伊即摆考掉郡守吼，哎，所有的高雄州的州员拢伫甲问问题。伊讲你问我问题要怎样？伊讲吼，啊，你不是郡守吗？伊讲系啦，考掉郡守才开始读，认真读。啊，人讲，伊做一个郡守，人甲你问。法律的问题，你讲不出来，会足浪费的。好啊，我是话啦吼，建议各位吼，不管你几岁，会当考。啊，即卖已经考7摆啊，即个也做6月8号要考第八次。你若连续安尼考啊，第七次。咱那规定讲考4摆以上的吼，会当加6分呐，啊，可以加6分。你唔通想讲加6分，你加6分你就不一定会掉。我无跟你骗，啊！每一摆你考试拢超过150个到180个，甚至200个。啊，那每一摆你考掉的吼，我甲算差不多10几个、20个而已啦。啊，啊，所以呢，鼓励各位吼，啊，来考郡守。啊，郡守什么物件？郡守就是小县长。即嘛真济官有啊吼，咱是以50万到60万的人口啊，做一个郡，全台湾分做50个郡。啊，很主席呢，咱这郡守啊，咱是3位或者4位或者5位的郡守分配到一个郡。啊，怎开始呢？什么人是正，什么人负的，咱阿无要规定，咱就要等到这个要执政迄阵才来公布。谁人讲呢？因为这段时间呢，
所谓滚手，你但爱拍拼。你唔通讲我那考调呢就好啊 ？No， 考调以后，后摆执政以后呢，咱最近已经伫迄个网络上公布啊。有定你看咱个网络，请你举手。啊，你要来做高级班，啊，你无你看网络。啊，等于也去看，每天会看网络的，请举手。每天哦，每天哦，啊，恁遮拢无及格呢，我看恁那个重修啦。网络是每天要看的，每天都不一样。那你昨天啊开始公布中央的内阁名单，啊，中央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名单，同时也公布了咱的滚秀的名单。到即马为止呢，有就职的滚秀有133位。好，啊，搁咧，即个做个黑熊，嘛是咱昨天公布的。黑熊是要创啥？你国级班以后，你可以担任黑熊。黑熊就是将来哈是三个单位，第一个单位就是啥？就是警察，所派你入去所谓警察局去做啥？督导。因为在座拢你无上过警察的训练嘛，但是叫你管人，你足够的，把你派去每一个警察局来做这个督导，啊，一旦管理他们的人事。他们的财务，哇，人事哪管的，财务哪管的，都足好管的。你不爱听，真简单，我今日给你抓落来，我爱给你做局长，因为我们的督导有这个权力。啊，先给抓落来以后吼，啊，再报给中央。啊，这个督导呢，佮控制钱，控制伊的人事。啊，你想警察会给你会听你的话无？你感觉会听下去？哎，对啦，啊，若袂听，举手。我都讲会啊，你绝对爱相信我嘛，对不对？伊若不爱听，警察局长，你讲你今日你落台，先甲免职。啊，啥物人要做局长的，举手。啊，你要警一个小警员就好啊。那你做局长，我甲你保证，新的局长对你足认真，啊，足拍拼，哎，对不对？你都爱会晓管，你中国人哪会这套啊？中国人拢用咱台湾人啊来这套啦，啊你嘛爱会晓，啊你免用武力啊，对不对？啊你讲啊伊不爱听我免啦，足简单啊，薪水卖好领就好啊。薪水伊若卖领，伊敢无听你的吗？台湾人就是安尼去让中国人控制掉的嘛。这中国人真妖秀，伊条除了就讲选举，给你30%，哎30块，啊政党50块以外，伊用一波足后一波，什么波？18%。公务人员拢给你18%，哎，18%的人，你阿个很真熟悉。你伫选举，你选你赢的吗？我甲你讲啦，我继续选的吼，台湾人照常输啦，100%输啦，而且愈输会愈多啦。蔡英文输80万还好呢，其实咱老早就知影伊要输呢。因為我不是說今天說他老早要輸，2011年的12月31日，在這個地方我就宣佈了，美國跟我說了，叫我宣佈了，宣佈什麼？他說蔡英文會輸80万票。欸，我沒要說70万，沒要說60万，沒要說90万，只說80万，啊，結果他輸了多少？79万8千几票，8800票。那當中剛才是輸到80万，啊，再會後來又輸到少一點，减输1000多票，我哪会知啊？美国拢甲咱讲，美国伫全台湾有2000名的 CIA， 你敢知影什么人是 CIA？CIA 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，派伫海外。你也看吼，是讲咱台湾现在是今日伫这个所在，中华民国唔敢甲你安怎，唔敢叮当。美国帮忙咱帮忙真多，咱是一个团体，是完全按照国际法所成立的团体啊。啊，所以吼，有个人来受训吼，啊，即马煞你有一阵啊吼，愈受训，迄年龄才愈来愈低啦，含读国小都要来受训啦。我爱稍等下，稍等下，国小无准绳啦，因为国小含历史都还未读，是要受啥物训？上无嘛爱，差不多高中以上才来受训。
啊，你若是太小的话来受训啊，第一伊听无，啊坐伫下骹都会遐点头，啊莫困去安尼就好啊，袂使安尼啦。好啊，所以呢，恁大家爱想清楚，你若要做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，大概很快的你们会，因为咱已经有接两三期的高级班哦，没有点招。啊，点招以后，啊，佫有一个点招就是啥，职务点招。职务点招呢，有五项你爱雷警，你会当警察、黑熊部队、政治局、事务局。啊，政治局佮事务局，就是所谓的内阁啦。不管你将来是要做州的内阁、中央的内阁，还是郡守的内阁，你都要参加这个职务点招。啊，你若无职务点招，我们就不会把你派任，哦，袂甲你派任。啊，但是你是会当享受台湾民政府、台湾真正本土台湾人的利益，因为后摆你是讲身份证。身份证你即摆交一千块对不对？因为一千块是咱爱去送去美国去做的，唔是伫台湾做的啦。啊，送去美国做，啊，拢有晶片的。我问你，身份证，你捌伫国外用咱即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请你举手。啊好，你唔捌哦。啊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你今年你当用着，今年的十二月二十，你去日本你去看卖啊。你摕你的身份证，会当去银行去换钱，唔是啊，唔是换钱啦。就是讲吼，哦，啊，咱换钱就袂歹咧，不是换钱啊，就是讲你要迄个日币换做美金，还是美金换日币哈？啊，用迄张咱的身份证会当做证明。迄张呢，伫美国国内线的飞机，你免摕护照，你摕迄张出来就会当通关。可比讲你去啊做关岛、塞班。你唔免摕迄个中华民国的护照，因为塞班关岛无要承认迄个护照，承认啥？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。你摕身份证摕出来，就可以过关。所以迄张唔是玩具呢。啊，我当看到吼，咱台湾一挂迄个团体吼，通派也好，独派也好，拢讲咱迄是玩具。我讲吼，我是足爱甲伊讲，无来来来来，咱来小输一下。你摕这张，你去关岛。你当然你出关的时候要用护照嘛，但是要入去关岛的时候，你用咱那张身份证，你看伊要让你入关无？百分之百可以入关，百分之百塞班要让你入去。所以咱那个身份证不是假，身份证这么是虽然是一千块，但是我们执政以后，我们会以消费券的形式五倍进行的。啊，所以有人讲，嗯，啊都。即前以后哦，我唔免阁开一千块，啥物人拢有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今日申请诶，咱有后边迄个号码有无？我们会有公布，来照这个号码为止，啊，发给你消费券五倍。想要来讲五倍，我不爱讲几，因为后摆我们台湾民政府会发行正台币，咱新台币不爱用诶。安怎讲呢？你中华民国吼，即马要倒过啊呢？啊，这样要倒去，伊要倒去以前，要走路以前，甲你印一大堆的新台票，啊，就麻烦啊。所以我们会，我有甲美国讲过，我们一接掌政权的那一天开始，全部改用美金，而且台币你不要丢掉哦。隔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能够控制住了，我们说你新台币可以拿来换正台币，啊，迄个时阵就是所谓的四十万换一块钱。哎，有人讲哦，四十万换一块会乱呢？你认为讲会乱的，你举手看看。啊，你感觉未乱的，举手看看。来，啊，唔知的举手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恁内心拢感觉会乱呐，啊，实际上未乱呐。安怎讲？当年1949年六月十五，中华民国印新台票，甲咱换四万块的时阵，敢有乱？敢有？伊唔是干呐？印新台币尔呢，伊阁甲你公布啥？所有的人厝内底有黄金的，拢爱马上摕来换。啊，若无啊，互伊中华民国查着啊，甲你关。你去问你的老爸，还是你的阿公阿妈，看有影无影？迄中华哎，安那？啊，你正是。啊，你遮少年啊？哦。嗯，没有错。
无唔对啊！啊，你对啦，你去你是较巧，你也问啦。啊，咱冇证明咧，来发给你看。迄、那个四万块换一块，迄、那个咱公文来直接。四万块一换一块呢？啊，所以迄当阵四万块甲咱换一块的时阵，咱就无乱啊。即摆咱四十万要甲换倒转来，安尼袂使。啊，你有看无？奉令，哎、欸，奉令呢？奉什么什么令？中华民国的命令，以四万元比一元折合成为新台币。看有要求无？啊，有要求无？啊，咱拢袂记咧呢。迄国民党对咱足歹吼，大家拢袂记咧呢。咱努力做了关系啊，啊，就好势好势哩。吼，啊，什么人管嘛？共款，敢有共款？每一摆都可以借钱哦。可以付一个，我你想看卖嘛？有人讲，迄当初伊卖一栋厝，啊，过阵甲只换两粒鸡卵。哎、欸，这毋是属，这毋是假的，是属实的呢。所以我甲你讲，我无要讲报复啦，我是叫公道，我是完全正义。所以咱有一个正义转型厅，就是安那，歹势吼，你迄阵甲换四万块，甲换一块吼，啊，要换倒转来。啊，我算算的利息，甲算算的，唔是四十万啦，应该比四十万较济啦。啊，一千万还是偌济，换一块才对啦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要甲换倒转。啊，即摆有个人就嗨呢，伊讲，哼，啊，我是台湾人呢，啊，我嘛四十万，啊，你台湾人，你摕出证据我看。你讲会使啊，我互你换。啊，你证明讲你是台湾人的证据伫倒？即摆摕出来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这边摕出来，中华民国护照，啊，你中国人嘛？啊！你中国人是当时来害咱的人啊，敢不是？安尼四十万换一块，你有赞成无？安有公道无？好，是恁赞成的，不是我哈。会记得哦，是你赞成的哦。所以我要讲，哎，啊，做去换，是搞黑美金在咱家，咱讲伊袂当用啊。咱吼，我讲咱袂遐戆啦，你会记得无？中华民国来统治台湾的时候，尤其是金门妈祖，伊甲你印的新台币内底写一个啥？现金门或者马祖地区使用，有啊？咱嘛会晓用呢，咱嘛会晓用呢。钞票顶话若无是现台湾民政府使用，你用美金拢袂当用啊！啊，你用美金，互咱抓到，清查，我甲你讲。哎、欸，以前可以清查偌济人，你知呐？二礼拜清查几个，你知无？知影举手。咱也举手，哎、欸，来，啊，对，十二万六千，哎、欸，你也知影？哦，你从我前我上课，啊好，我讲，到今日二二八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代志，到今日，竟然台湾人无人知影到底死几个，互清查几个去。郝柏村讲哦，哪有清查遐济？你唔知会记得无？我甲你讲。迄当阵哦，我讲的这个数字是百分之八正确。迄当全台湾的人口是六百万，照道理是六百四十万，啊，四十万是啥？日本，住伫日本本土，后尾去互杨俊刚送倒转去。其实迄两日本人干咩样给送的？袂使呢，这块土地嘛是日本的呀。啊，若要送，含咱台湾人拢爱送上去才对呢。啊，所以迄当阵，蒋介石有甲麦克阿瑟要求讲哦。这六百万拢甲上场走啦，就迄个麦克阿瑟讲，哎，伊是咩来上走？人这块土地是人的啊，你是占尔，你只是占领军而已啊，你不能够改变。迄当有一段时间啊，美国招七八个国家讲要派军要来台湾，要将蒋介石的军队甲驱离。啊，这人好，真正好高明。1950年6月25号，韩战爆发。韩战爆发了，美国讲安尼好，啊，无你留了台湾来做美国的看门狗，啊，全叫留到今日，啊，留到今日，竟然台湾人拢唔知呀。台湾人敢那你话讲哦，啊，要建国啦，啊，要推翻中国国民党啦。其实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要甲推翻啊，足简单的啦。用手就好，甲推翻啊！用你的正手就好啊！啊，有的人用倒手，啥啦？用笔啊，法力啊，用法力就甲变个倒啊！
那就用军队，免啦。要用军队，咱敢有违法度？有无？咱绝对无违法度。啊，所以有诶怣人啊，尤其一寡独派革命啦、啊。我讲你做大生，哪有人讲要革命诶吼？你用你先，你无武器无当，就是你有武器啊！你敢要搁要甲中华民国诶军队来比？你诶武器敢有法度比较侪？有啊无？有啊无？绝对无！安尼你是要哪革命？唔免参加台湾民政府一个唯一的一个好处，就是用笔就好啊！哎，你们看笔呢？笔足厉害呢！一支笔吼，是比美国所有军队更加厉害呢。咱把这个奥巴马给告，奥巴马的总统免做呢，所以奥巴马爱派人手来和咱讲啊。所以你看看，那笔的力量啊，很大。啊，你拢有笔不？有吧？才细声呢，我唔敢讲呢。有笔啦，啊，但是问题啊，爱读啦，那本册爱读啦。这本册有深无？无深，这本册哪有深？这本册无深啦，只不过是讲吼，你爱去读啦，因为你过去所读的历史拢无共。我的孙啊，伫台大法律系啦，我两个孙啊拢是台大。伊读这本，啊，伊读这本就是伫国际法来读这本，伊校的教授叫伊点个密密麻麻，安怎讲？因为我内底写较足详细啊，啊教授讲的吼，伊拢甲讲，哎、欸，你讲错了。到落尾教授就甲讲吼，奇怪，啊你还是学生呢，啊你来不遮济，我讲你千万唔通讲我的名。啊，其实台大的迄、那个，迄个博士生吼，有真侪甲我讲，要甲叫我做伊的指导教授，我讲我无迄个时间啦。但是我可以提供东西给你，你说我上网去看我的文章，我那个文章都没有版权，我要让每个人去用、欸啊、我的心中这样有大吗？有啦、嗯啊、今天同样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读这个国际法律也同样、欸、你如果要读就读到真的啦、啊、有很多人高级班毕业、啊、就开始足钱了，就去找人厝基变变吼，你甲人变，大部分吼拢袂晓变呐。安怎讲呢？找拢看无透，三不五时去用变倒去啊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你若要甲人变，会使找棍手含你斗阵去。啊，你即马只毕业以后，你都爱去当伊伫国际话嘛吼。啊，你国际话时阵，你爱有州长，啊，佮有棍手。你来含遐棍手较好咧，啊，尤其是州长吼、哦，伊即阵咧排迄个内阁的名单，你免烦恼讲内阁，你阿未排到名啊，你也会排到名。安那讲咧，有什么三分之一的内阁还没有公布，啊，你三分之一就是讲爱可能各位啊，家己爱定定伫你的州长的面头前，还是棍手的面头前出现，安尼伊咪知影讲你啥物人，甚至让知影讲哦，哎、欸，你的专长是哪一个部分？当然啦，你跟他受训，啊，跟他要领迄个老年年金哦，也可以啦。但是太可惜啦，因为美国跟咱要求四千名吼，变到即摆阿未，竟然无四千名。当然有啦，初级班的吼，已经超4500、4600名有啦。但是到高级班就阁减去，啊，高级班以后点招的时阵阁减去，所以到今日为止，我们四千名要阁咧拍拼。但是我会估计一年之内。我们应该是能够准备完成，同时一年之内美军也会全部进驻到台湾。啊，有的人咪讲哦，讲奇怪，啊，咱拢无看到讲美军要入来，你有看到美军无？无嘛，对不对？有无？无，还好。我都今日甲恁讲，上届坐是清泉岗上坐。啊，你讲奇怪，啊个新竹的乐山诶雷达站。花莲的嘉山、左营的军港、屏东的机场，这拢是现主是美军的出现的地方。啊，尤其台东的迄个啊，做长滨那边的海水浴场，你若有时间你去看卖啊，
一寡美国啊，诶，去迄个边头，迄拢是海军陆战队。啊，伊即马知影讲，咱是五六日，台湾拢咧休困。伊即马休困的日子啊，伊甲拓开，伊伫一到五啊休困。所以伊有当时啊，一到五，你若去长滨，你看卖啊，海边都因伫遐伫受罪。啊，伊即马偌济人？四月三十，美国一个。美日美国甲日本安保诶，迄个论坛内底，美国诶国防部诶肖总伊承认，伊讲今日伫台湾即个所在，美国诶军队已经有1500名以上入去伫内底啊。今年八月开始，大量的美军会进来台湾。来，因为我上课诶时阵，初级班有甲各位讲过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有真多伫初级班伊无上，我一寡观念爱互各位知，因为咱只讲师上的是拢法律，啊我呢，我即马就唔爱讲法律，我讲啥？我讲一寡现象，互你知影。台湾人即60几年来，拢画口号画了唔对，拢画啥？台湾要独立，有无？啊你家己我若捌讲台湾独立，会请你举手。拢无老实，我巴肚疼。我甲你讲，你毋捌讲台湾独立，啊，你无想要台湾独，你无想要台湾独立，你来遮上课，你内心内底一定捌想讲台湾上好甲独立，对毋对？有安尼想过野手？你看，别人野手你也要行，你拢安尼啦。我甲你讲，你们要忠实的、老实的，将你心意、你头壳你想啥讲出来，安尼叫我都进步啦。来。美国建拜跟你讲，台湾不可以独立，啊，台独代表战争，有无？有跟你讲安尼无？你袂感觉足奇怪？啊，你美国是民主国家，那这样矛盾，有无？啊，你感觉你即马上会考虑，你感觉美国讲的有理无？有理啊！这别人的土地啊，你要讲独立，敢那袂输讲你占盐山，去大滴盐山盐山饭店，讲盐山饭店从今天开始算我的，安尼有好无？不好嘛！啊，美国就讲啊，你什么独立，什么你的？啊，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的啊！你若要独立，会使，你去问日本天皇，啊，无你甲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日本天皇要买。习近平1999年12月15号去日本，去跟日本天皇见面。啊，本来是日本要甲安排，透过美国甲安排。习近平甲伊见面15分钟，啊，讲啥？后尾啊 ，CIA 透露消息，习近平甲天皇讲：“人阮即马中国小可有吼，啊，我甲你买台湾啦。啊，我这是真的哦。啊，日本天皇安怎甲回答你？敢知？哦，天皇就是天皇，足巧的。人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我日本这个皇族啊，感觉这世人还阁毋捌卖过物件。日本皇族。”没有卖过东西啊，意思是啥？啊哪？不爱卖伊嘛？啊，你无甲日本天皇鼓励者？日本天皇不爱卖伊。啊，啥呢？习近平也要讲要甲卖，因为伊就知影讲这块土地主权是啥个？日本天皇个呀？别人个？啊，你想要摕这个物件，就是安那？我甲你卖嘛，对不对？但你足介意一间厝？咱厝别人个啊，啊！你要想讲这间厝是要甲摕出来，啊，要变做你个，上好方是啥？甲买啊！啊就，伊讲小可有钱，伊想讲日本天皇看甲开一个足悬个价钱，无？伊讲皇族袂晓卖物件啦，从来没有卖过。啊有影？伊历史上甲看看，伊毋捌卖过物件，所以。习近平，但是自从迄个以后，1999年以后，习近平连美迄个中国的高层拢总知影，知影讲台湾这块土地未法度阁摕倒转去啊，啊，所以未法度摕倒转去，伊用什么方法？伊即马用通奸，对你台湾要求好。即句话我伫遐咧讲，毋是今日讲咧，我2005年、2006年的时阵，我写的文章都讲啊真清楚，我讲有一天。当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消息让台湾人知道以后，中国人对台湾人会非常好，会铺红地毯给台湾人走。
六七年前我就安尼讲啊，后尾啊证实啊，我讲的没有错。上好证明，2006年十月二四去过美国，2006年我去高雄选高雄市市长，迄当阵国民党全力封锁我，无人知影我去选市长呢，那有厉害无？有啊。哎，你派出所什么意思？拢我爱，我爱，让台湾人知影我是选举。你去甲看，最近我们的网站有将我2006年伫迄个证监会的迄个影片啊，公布在那里。2006年迄当中，我所讲的话，甲今日所讲的话，安那一模一样。拢无改变，所以美国国防部、美国国务院来和咱讲话的时阵，特别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，即摆台湾所有论述拢已经死去啊，拢无进步啊嘛。独独你台湾民政府所讲的台湾国际地位，到今日要搁伫活蹦乱跳，还在进步中。只要随着国际局势，都可以说得通，拢会当解释甲足清楚的。你有机会啊，你去官网去看麦啊。都迄当我较少年啊，吼，2006年嘛，已经是八年前啊。那八年前，我迄当所讲的论述，甲今日一模一样呢。啊，但是你啊看进步够慢呢，对吧？甲今日新闻前才2万几分，收分呢要到5000个，初级班呢，有一点慢呢。你会感觉足慢呢，会无？你也感觉慢的下手，啊！你感觉这是上的责任，是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？你感觉是我的责任的下手？你感觉你的责任的下手？你看我会歪下手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是咱大家人的责任啦。啊，有的人暗度啦，我喜欢得，我要去做官，我洪灾。拜托哎，较好的代志要让所有人知影，干咩？好东西与朋友。分享嘛，你就爱替咱台湾去邀一寡素质较好的人来做咱台湾民政的官员呐，对不对？你看今日报纸足大片的，吴志扬，咱桃园县的县长，伊的下骹手副县长收押，收偌济？1800万，下迄个叫做红包，什么人甲送啊？远雄建设甲送的，你来看，我当敢甲你讲。咱直接你讲，迄因为迄证据要抓着嘛，无遐简单啦。但是会当发现讲哦，今日国民党代表的中华民国伫咱台湾，是伫甲咱吞呾啦。红包1800万若甲送落去，伊他会得标啊，啊得标伊就起厝啊。你想看卖啊？伊一个小小的副馆长1800万，啊其他人毋知要赚偌济，所以起个厝。你敢敢去住？啊，若出代志，拢是天灾人祸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你若要来台湾民政府受训，你就要记住一件事情：你如果将来当了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，你若敢贪污，我跟你保证100%，马上枪毙。我伫跟你开玩笑呀，所以你想清楚，你挡得住。这个金子，伊即马后摆金子是用美金呢吼，美金的诱惑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政策非常好，18岁以上，查甫查某、老爸老母，那无两栋厝，咱拢送互你一间厝。哦，18岁以上。同时，我们一直政东部的高速铁路马上就盖，在2年之内搞完工。按哪讲呢？即只那个分作40段，44个段，发国际标，规定讲2年内底高铁要甲完成。啊，若高铁完成的时阵，啊，你讲啊，高铁要哪完成？很简单啊，现主席会代替的边啊，高铁就甲起落啊，土地也有啊，只要拿发包，马上就啊，若安尼的时阵，为台东来台北1点钟久，干毋是？啊！迄当阵敢有都市甲乡下之分有无？无啊嘛！我嘛要来住台东，也要住屏东呢。安怎讲？
足近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迄个时阵南部的空气阁足好个呢。我甲你鼓励讲，你爱去大南部啦。啊，甲迄当阵哦，五十个郡对吧？啊，毋着中央着拨预算，平均，毋是讲看你人济，拢总共款。迄当然，中国城，我甲你讲，遐中国人搬了了，我甲你现。尤其我们一执政，遐中国人会惊啦。我甲你保证，伊拢走一堆，金门妈祖啊，无走一堆平潭。平潭不是咱今日在讲呢，咱伫上课的头一天就甲国会宣布呢，美国已经甲中国已经讲好啊，中华民国离开台湾的时阵，你想共产党敢有读到遐歹？哇，夭寿！你这国民党要来，我中全中国，迄、那个伫全中国每一个都市拢有国民党，啊，这国民党足歹剃头的呢，国民党是讲贪污啊，对不对？送红包啊，啊，伊若底下甲革命，爱就逃去啊。所以讲，稍等下，李兴华几年时间，我来起迄个平潭。本来平潭是啥？是一个很没落的乡村诶，拢是渔民呢。啊，后壁共产党甲国民党讲好诶，啊，国民党提钱去起，即马起袂好啊，差不多是，差不多会当讲几乎已经完工啦。你看哦，短短两三年尔，两年呢，伊所起诶遐厝啊。是一大堆呢，各位，迄就是要让国民党的人去遐住。但是呢，共产党伊个宣传是讲，让你们台湾人住，啊，遐也中国人住伫台湾的，伊讲伊嘛是台湾人，其实他不是台湾人呐、啊，伊是叫做中国的难民呐、啊，他应该要回去，好、哦，伊要等于啥？要等于中国，啊，等于中国，伊要做啥拢应大台，但是要等于以前，稍等嘞，啊，你欠台湾人的钱要还嘞。你欠的钱免还吗？你感觉免还吗？爱还无？爱还的举手。好啦，是恁讲的啦。我本来是无讲的，啊恁讲的。爱还什么物件？所有厝楼咧。啊，而且你住遐侪年啊，租金爱算算才走。你去住饭店爱立租金无？爱立的举手。啊，免立的举手。你敢免啦？我来领导大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立来未才上早，租金爱立来，对不对？所有以前所欠的，拢总爱还。所以，但是即摆卖讲啦，哦，你即摆讲，嗨，我即摆伫遐讲，哎，这电视拢去转播咧。我跟你讲哦，中华民国每一摆咱来一只讲一个政策，伊就马上改善。我讲实在，你甲注意甲看哦，从以前甲即马拢同款咯。我若讲一个新的政策哦，免偌久伊就随学。以前咱讲十八岁以上要奖赏一栋厝，伊就变作三间厝以上啊，就要什么重税。其实哈、哦，伊要学无遐简单啦，伊的包袱太大了。我们民政府一执政以后，我们就没有包袱，因为到今日为止，咱无爱甲咱台湾人无款。咱若需要钱，我来美国讲，这钱是你爱付的呢。你美国人耽误我台湾人太济呢，六十八年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够咱够赢呢，唔免客气，我们打赢。美国是三权分立，司法、立法、甲行政拢是无同款的。既然够赢，我来美国讲，你要按照法院的判决去执行。啊，所以呢，即摆话伊甲咱笑。啊！叫你训练四千名，训练到今日训练未起来，实在吼啊，羞羞的啦吼，嘛家己感觉讲吼，啊，台湾是足浪费的。所以呢，今日我跟咱个啊做议长啊，两个议长在讲嘛，你讲的这个代志，就讲安尼是咩喏？吼、哦，我们台湾人那种救命精神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有一挂同心讲吼，去甲朋友讲的时阵哦，朋友讲伊拍带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讲伊头壳空空啦，啊，讲好好啊，准算头壳空空，啊，你甲看现象嘛，吼、哦，美军买入来现象嘛，啊，是用那中华没有一直结束，我问你，你伫遐看网络的，你去啊看网络啊看咩啊？中华民国这四字，行政院的头前有加中华民国吗？无安尼，立法院有加吗？没有，内政府有加吗？没有，拢提掉，为什么？过来，马英九。2012年上任的时阵，
伊是向啥物人宣誓？怎样举手？照道理，伊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对不对？伊爱伫中华民国的下骹宣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才说啥？啊，你是中华民国总统，你免伫中华民国的国旗啦，啊，中华民国宪法下骹宣誓，哎呀免，哎呀，哎呦啊，是安那？哎，你无？无吗？无吗？你讲无会举手？我等下叫你起来问讲为什么呢？真正无啦，我要给你看看一张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伊伫什么所在宣誓？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前中华民国总统要上去总统的时阵，伊就宣誓爱伫中华民国宪法下骹宣誓，这边拢无啊，无甲宣誓，而且呢？伊伫翕相的时阵呐，伊这支毋是伊的国旗呢，这敢敢伊的国旗？迄支啥物旗？来，党旗的举手。啊，国旗的举手。啊，唔知影举手。我甲你讲，这支啥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台湾民政府旗啦。伊竟然甲美国讲吼，我嘛要做台湾民政府。啊，美国甲规定讲，你不可以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下面宣誓。所以为今年开始改啊，啊，即嘛伊安尼啦，啊，就台湾人拢唔知，啊，报纸记者嘛唔知，啊，报纸伊写啥，啊，这是啊创意对，讲这是创意啦，啊，你看到规一个国家都这种创意，这伊的创意。啊，所以伊若后摆讲起来，咱后摆之前的时候，那个甲讲的时候，伊讲哦，我没有在中华民国国旗底下宣誓啊。伊过去的前几种的哦，伊会翕啥？后壁翕伊的宣誓，后壁翕旗啊，有啊。诶，竟然一个总统的就职没有向伊的国旗宣誓，对不对？安尼你有看无？所以，因伫做。啊！咱咧戆台湾人，戆戆拢唔知影，所以遐人你讲哦，啊，未无可能，你这张相片回去看，还无可能，那也无可能，有可能啊，敢毋是？所以，人家你讲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，他不相信，不要紧，你爱讲现象回去看，啥物唔免征兵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用征兵？因为向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唔免去刻意做兵。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美国轰炸台湾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华民国有轰炸台湾无？无。啊，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同盟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啦。啊，所以美国人在迄个时候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也是我们台湾人的。敌人，啊，咱去替敌人去做兵，所以咱甲美国严厉的抗议。你若阁叫我做兵，我要伫国际法庭战争法内底，甲你告你是战犯。所以呢，马英九开始宣布啥？宣布讲，唔免做兵，不管伊中华民国国防部安怎讲，仍然是不用当兵。来，咱卡电话吼，到外口卡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吼，咱来知影，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，尤其是2006年10月24日，咱台湾民众去抗拒美国以后，规个局势拢开始咧转变。啊，转变到今日，你应该看会出来，这现象唔是讲啥物人来做拢同款。我甲你讲，台湾民众有执政。和中华民国进政，中华民国国民党执政，中华民国的这个民进党执政，绝对无同款。啊，你有信心无？你记得，只要我们不贪污，只要我们一切以百姓设想，替百姓来设想，安就对啊。啊，你想吼，你有厝好住，你有薪水好领。一年有2个月让你休困，你会当去国外去看，
各位，退休金嘛有，逐项拢有，啊，你贪污要创啥？贪污一丝仔道理都无啦。即摆是中华民国制度是变作好业足好业，啊，善的足善的，善的善甲密密麻麻，伫遐做工还佫趁无钱，敢毋是？即有人讲啊，我着想要来受恩，我着趁无钱，我拢定个讲，你先去趁钱。一旦饲你家己的时阵，你再来受训。你没有办法养活你自己，你要去受训，这是空谈呐、啊。这种的人很容易执政的时阵，第一件事是啥物？贪污。阿扁的时阵所看的足清楚的，伫阿扁的时阵，足多人去借钱去送，送上的入去，第一项就是要贪污。咱看足多啊。所以，咱坚持到今日为止，我们不募款，我们没有负担，咱不爱讲甲百姓收钱，咱拢是虽然艰苦，但是咱靠咱家己的力量，一步一步。像这个所在，这尼啊宽的所在，水月园农场，头家提供，虽然讲所有的费用通通交给你，我们没有去动我们所交的这些费用。甚至我们在这里，咱家干部在吃饭，赶快爱高级啊！所以呢，咱做个真好，做个真正。咱甲咱所有干部讲，你要做一个真好的领导者，你就一定要遵守我们台湾民政的规定。诶，这真不简单呢。遐政党真侪阿未开始执政，就开始咧贪污啊！但是我刚刚甲各位报告，台湾民政府。绝对不会，所以你要想清楚，因为你高级班我才跟你讲啊，因为你高级班你有资格啊。明仔开始，我就未过跟你讲，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我换另外三字要跟你讲啊。因为你毕业以后，你不是做将官，你就是做官员。迄当阵明仔我的称呼跟你就无同款啊，所以恁大家人啊，自我啊想清楚，你来做官，你点招的时候。所以你老的电话拢爱丢哦，吼，你的电话拢丢，要点招会给你发通知，什么时候点招？啊，你若迄天袂当来点招，你要请假，啊，职务点招你来见，啊，有黑熊部队啊，参议这个政治局事务局啊，做一个议员的参议员跟众议员，啊，这个啊过来就是郡守，啊，郡守就要考试啦。好，郡守不是讲你要做的，是你要考试。啊，无要紧，你考几摆拢无要紧，无人会甲你笑。有的人吼，到即摆已经考七八摆啊，但是不要紧，你考四摆以上会当加六分，加六分以上袂当阁加啦。哈，就是啊，无你一日遐考，考到尾一定掉，无个代志啦吼。上悬吼，先悬加六分啦。几分及格？咱即摆我甲你讲，你若讲几分及格，你会倒单啦。咱有两届考试吼，六十分及格，因为六十分以上不到十个。啊，但是半夜半以来吼，拢七十分及格。啊，有当下考七面时，我们就降低一个十分，算真公道啦。我们按照那个比例啦，吼。啊，有的人吼考煞，没有倒课，你放心，你做一下，做一个下。没有倒扣，没有倒扣，哈、哦，你可以去写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我再次提出警告，你无认真去读的哦，你要考哦，你绝对考袂好，真正考袂好啦。因为吼、哦，我讲一个，讲一题，互恁听看卖啊。不过我怎样讲，这题绝对袂出啊。例如这种的题目啦，哈、哦，按照国际法，台湾不是。中国的一部分，一点啊，不要瞎。所以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第二个就错的举手，对的举手，要过你举手，错了。头前对不对？对。后边啊，嗯，对。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是什么人的台湾？日本天皇亦有所有权，亦有主权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你上课一开始的台湾的民政府的立场跟主张有无？就足清楚的啊，按照国际法。
我们所讲的是日俗美战呐、啊，日俗美战是2011年的时阵啊，9月8号，咱伫美国替咱开迄个酒会时阵啊，美国国安局送咱迄两张图，你有看哈、哦？迄两张图是美国送的。啊，即马有诶吼，有诶推下面来讲吼，啊，迄两张图是秘书长去啊，这网络去登录诶，歹势。迄两张图送互咱的时阵，伊家讲你回去交给秘书长。这两条我一个看，美国的立场跟我们完全一致，就是台湾是属，迄、那个日俗美战，迄规矩是无写啦，吼、哦。台湾你也看哦，迄张图是属啥？台湾的主权属迄两只国外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唔是啦，属啥？属住伫后壁迄间厝的人啦，迄、那个主人啦，迄、那個、主人是啥物人？日本天皇啦，日本天皇的啦。啊，美国，即、這个，哎、欸，迄、那个奥巴马吼，马奥迄个吼，叫做奥巴马。啊，你也讲吼，我问你哦，我若讲法律来讲，你听清楚吼，台湾是谁占领？零分呢？美国总统，对了，美国总统，这个美国总统以这个占领台湾有迄个传承呢。美国总统拄啊开始，什么人占领台湾？杜鲁门，杜鲁门哦，是第一个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人。以在法律上来讲，占领台湾是杜鲁门是做代表。啊，杜鲁门以后阁搞赶快的美国的总统。啊！美国总统搁搞总统，拢总统，就是搞到起码是美国总统是叫做奥巴马，所以台湾的占领者就是奥巴马，因为23条是台湾，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这个国的代表就是总统，所以呢，是安怎中华民国总统当选？到5月20号被就职的时候，要等谁的贺电？美国总统的贺电。美国总统贺电没有来，他不能就职。啊，你知影原因无？所以阿扁啊，迄当年甲连战的迄个2008年迄当阵，两个伫乱有啊。迄、那个连战伫霸占迄个凯，迄、那个凯道有无？伊讲吼窃国，所以迄当阵，无，迄个2008年连任的时阵，伊迄两粒枪支啦，哎，两粒枪支，要国民党伫乱的时阵，落尾啊，啥物人改平息？美国，美国讲吼，卖阁乱啊啦，我调迄个卫星照片互你看，伊着，我讲吼，所有全球，伫天顶拢伫甲你翕的，毋是中国，毋是苏联，是美国。美国在天顶上少有30粒以上的卫星在，所以伊就调卫星的照片，予国民党看。伊讲这是真的啦，唔是假的啦。啊，你看，迄真的假的，啊，甲咱乱4、5当，你记得无？后壁啊，美国摕迄个卫星照片出来，迄王清峰伊拢打拢点去。美国的科技啊，坦白讲是很厉害。我有讲几啊摆啊，美国确确实实伫现主席的今日，一直要引诱中国开战。我哪会知？我会记得迄当阵伫首尔有一只天安舰，去予报纸写讲北韩给炸掉有无？你会记这代志无？内底死几啊兵啊有无？你会记得无？我吼，这个世界吼，金正恩呐，哎，这个戆囝30岁尔，啊是，啥物死人骨头，伊拢敢承认，伊若有做，伊拢承认。东南亚有一摆，伊飞机共炸掉，人伊出来讲是我炸的，对他无可奈何。迄架天安舰，韩国的，叫伊炸掉，毋是伊炸掉。莫名其妙去崩去，
啊，是几个？美国甲乱，甲讲是北韩炸的。金正恩出来讲，不是我炸的。啊，所以美国呢，甲南韩讲，伊甲你炸军舰吼，甲贱甲贱。伫迄个时阵呢，啊，我嘛知影，但是韩国讲我不打。伊讲啊，比如讲，我给你钱啊，我给你弹药啊，我给你支援啊，你甲整，你甲整，伊不爱。是安怎？奈韩国不爱？后尾啊，美国过去塞拢日本甲整，日本讲啊，甲我无关系啊，日本嘛不爱，还是无法度。这边武夷山越南暴动有无？我甲你讲，越南暴动的以前，美国的 CIA 去迄个所在去十摆，我拢知影呢。啊，去十摆，我爱去创啥？啊，这遐拄好，遐 CIA 遐侪人拢转来以后，讲开始伫暴动。其实哦，越南人哦，不是很听话啦。人是甲伊讲吼，你五月十号小甲乱一下，啊，五月十八号就发动大的，啊，互中国来怼，啊，中国来怼怼时阵哦，啊，双方伫海即南海啊，再来开战。啊，美国讲我甲你支援，我嗨啦，五月十三遐越南人。讲要死，为啥变作手呢？他换作手呢？啊，所以迄个五月十八号，他全无去啊。啊，五月十三号，唔就手对哇？嗨，越南哦，嚯，看到中国人在个拍，啊，台湾人讲我是台湾人嘛，甲你拍。一种人伊无拍，摕台湾民进会身份证，等下我是大日本帝国下面的，摕回看迄张。所以有个人，咱有几个同志哇？像大日本帝国的台湾，遐袂甲你拍，因为日本人去协助越南独立，日本人迄当中为着东南亚所有国家卖变作殖民地，大东亚共荣圈内底帮忙越南、帮忙印尼、帮忙啊这马来西亚、帮忙这个啊这菲律宾，所以你看靖国神社无人甲抗议啊。只有中国跟韩国在抗议而已、啊、所以今年八月十五我们美国去靖国神社，我们去年去靖国神社、那日本人是有够感动啦、我们在那里、我们派五十个人，八月十五是这个做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那日本人叫做欧盟，就是清明节啦，他们的清明节那一天呢，你有机会、去看我们的网络，咱个网络呢，等下下课时阵，互你看。迄五十个吼，日本人主动甲咱拍手，当然流目屎，足感谢咱台湾的。真济去参加迄五十个同志转来吼，大家拢嘛哭个。五十个无一无一人目屎无连累啦，哭上厉害是咱头拄仔上课迄个潘议长啦。爱做呢领队啊，靠大声，我大公啊，你好笑啊！你大声哭，我大拢对你哭，因为呐感动，哦，真正足感动啊！你刚才你去日本去靖国神社去参加迄场，你才会真的感受到我们是日本人，日本人将咱当作同胞。啊，你也想看卖啊？吼，你想看卖啊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中国？在武夷山越南去暴动的时候，中国拢假作唔知影，因为伊知影美国的企图。伊若真正敢战，我甲你保证会向美国修理。南海的代志，美国一定要发动小规模的战争，无甲修理一摆吼，也愈来愈强。啊，当然咱台湾咱嘛要准备好呢，啊那我们赶快要执政。啊，你们慢想讲。一定政权要交予咱的，咱若时间无够人吼，我甲你讲，美国互你等的。咱国赢，伊是一定爱予咱的，但是时间未够，伊袂予你的。所以呢，这方面啊，咱大家人拢爱来共同打拼。因为我的时间的关系，出面呢，明仔早起七点半再甲各位报告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童星下课休息10分钟，各位童星下课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